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熊大熊二为我们带来了一款，这是我们的南韩版健达曲曲蛋。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一款健达曲曲蛋把它拆开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健达曲曲蛋，这是我们的南韩版健达曲曲蛋。我们现在把它打开，这是我们的食物和玩具。这里是我们的食物巧克力豆和巧克力酱，里面有我们的两颗巧克力豆和我们的巧克力酱。这是我们的勺子，这是我们的巧克力酱，这是我们的玩具，这是我们的玩具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玩具，
这是我们的这一款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，拜拜。